红方是广东运动员邓家坚，黑方是上海运动员李斌。从上海往上走，放倒了。现在王杰四年的，计时七分半，第一局，预备，开始。好了，都上来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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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的，预备，开始，来了。黑方不减之声，预备，开始了。下面比赛接着进行。我们那个幼犬注意，幼犬啊，上学，好好好，好。当男子双方运动员互相纠缠超过两秒，尽管有一方运动员倒地，但是我们的场上裁判是口令在先，这样呢，他们两人可以不得分。好的，时间到。